香的。阿瑟说今天我要穿出来，因为它上面写的是什么？ Get light and you get it right from the radio. Hello. Hi, Louis. Hi. 再见啦，机场。来，那个风景快不快？快点看一看，快快出，快快不快，快点出。Oh my goodness, that's beautiful.那边还有火车，喜欢。然后那边就是海滩了，然后这边的海真的太美了吧！哇，那边的海也太漂亮了。阿瑟想要去那边玩，对不对？很漂亮。啊、哦，我也想去那玩。Hello， 我真的是一脸疲惫，带小朋友在水上很不容易。阿瑟在哪里？阿瑟在那里。好，嗨，这是我们的晚上住的酒店，晚上住的酒店还不错。就是我们下了飞机之后，我的朋友说啊、哦，他发现他的行李箱还在悉尼，然后我发现我的行李箱也都在悉尼，就是根本就没有跟我们一起过来，然后说他们有一个传送带坏了，所以说我们就要等晚上他们的行李寄过来才行。Louis在尝试着走，哎 ，Louis where are you going?Where are you going? You can't go in without the key. OK, 我要去看怎么带他们去玩了。拜拜。How's your feeling? Yeah. 因为行李箱还没有到，路易只好穿着衣服下水了。阿瑟试了很久之后，终于愿意到中间去了。他真的很厉害，这个游泳池还蛮大的，越来越勇敢了。阿瑟，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蜥蜴。Louis, there's a lizard there. 好可爱，还很好玩。好可怕呀，那个蜥蜴在水里。Yeah.他已经出来了，不用担心他，他是两栖动物，就是他可以在水里，也可以在陆地的。It's not a crocodile, it's a lizard. Crocodile. Iguana. Oh, maybe it's a gecko. Gecko, gecko 很小，这种不是壁虎。Oh, you okay? Ouch! Can I give you a hug?六位在挑衅他说 ：“Can you catch me, gecko?” 跟我玩，这是 Yeah, it's a big one. 阿瑟竟然在读这边的百科全书。Finding Nemo. Yeah.今天的下雨，然后这是今天的 outfit。哎，早上好呀！这就是让小朋友自己去挑选他想要吃什么，就是自助餐，全是碳水还有水果，然后有 Vegemite 酱，好 mini 啊，太可爱了！还有 peanut butter bagel 的这个小朋友超喜欢，虽然不那么健康，巨不健康。还有点黄油，我就辛辛苦苦拿的酱。你就辛辛苦苦拿的那些酱。那这是我的咖啡，因为从机器打不到钱，然后请一个 barista 来给我们做咖啡的话，要7块钱一杯，太贵了。然后我们出去喝一杯好的就行了。我现在要去拿吃的了，祝我好运，希望小朋友在这边能够好好吃饭。我好好吃饭，这个酱还蛮好吃的。就大家还是要小心，因为最近旅行就会吃的不健康，所以做了一个大的沙拉，然后有一些拼了，是一种米，奇怪的米，然后一点蔬菜啊之类的，然后一个鸡蛋的 omelette， 然后一点点西柚。Louis在看那个小宝宝的天线吧，哦 ，Wiggles， 几乎是今天早上第一批来游泳的人，还蛮开心的。然后而且是阿塞提出来还要游泳的，早起一边下着雨还要来游泳。你在干嘛？在做梦游吗？
你还在睡觉吗？ Let's go. Let's go. 我们赶快吧。好呀，等会儿天气好了就带你去好不好？今天天气太冷了，然后我本来穿这一件，但是又穿上我的毛线衣了。这个正好是我这次出来之前我朋友送给我的衣服样衣。我本来还想在冬天来之前穿不上了，但是呢，太好了 ，It's perfect， 很舒服。我们都去入吧，这件衣服，国内正好是秋天。很适合穿它。由于唯一带的三条长裤给穿湿了，是不是你？现在才在刷牙。谁的？我的。这是你的，那哥哥也有你的牙刷吗？那。而且你们跳的时候是不是要很小心？跳的时候可以有牙刷在床上吗？万一这样，你们眼睛要不要了？还有万一这样，你们的鼻孔就长了一个奇奇怪怪蓝色的东西，出去别人会问你，哎，你为什么带着个蓝色的鼻涕？你说这不是是我牙刷，但是牙刷为什么在你的鼻子里呀？这可以吗？所以我把那个牙刷也收掉。好的，我们准备去gym去锻炼身体的小朋友。如果不知道在酒店干什么，可以带小朋友来gym，全是大人的玩具，他们可喜欢了。让机器帮你遛娃，实现带娃自由。建议大家人手入一个，其他小朋友看了觉得很有意思，你们也想参加吗？是这样吗？网球拍不可以用来弄球，会坏的。运动了十分钟，然后就被打断了，现在去吃午饭。OK， 来了，我有我的咖啡。谢谢你，拜拜。你喝的是什么？ Coconut 红茶。你给大家看一看呗。在这儿。好喝吗？小朋友正在干嘛呢？正在画画。我和你一样。在聊天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看到很多星星在水里面，他们在等冰淇淋。Cheese。Louis， 那我吃掉你的咯。他手上一点都没有吃，然后帮我吃这么多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吗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旅行的第二天就这样结束了，游泳、吃冰淇淋、探索健身房，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。这个不是 microwave， 这个是保险柜，宝贝。就是如果我们有很宝贵的东西，就可以放在里面。游泳回来，路易就在等我洗澡的时候睡着了。你一定很困吧，宝宝？我的旅行还在继续，期待下边的 vlog 吧。再见喽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